今天呢，我们要好好的把宋仲基翻来覆去的了解一遍。想要知道他的秘密吗？之前应该都知道不少了吧？今天想要知道更多。听你的 secret。谢谢秘密。今天呢，我们在现场准备了一台电脑，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文件夹，每个文件夹呢都有一些宋仲基不为人知的秘密在里面。准备好了。OK， 很好。好，你要说实话哦。OK， 好，有点勉强这个人。No， I promise you。OK， you promise？ OK， 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打开的文件夹是什么。对。啊，이거오랜만인데요 ？Yes or no？那我好久没有玩这个文件夹。而且这个 yes or no 呢，前面还有一个测谎机，听说是真的可以通电的。对，没错。而且那个魏宗东基是一个非常老实的人，导演在后面还跟他说：“你不要都这么老实，因为大家还蛮想看你被电到的。”对。OK。OK。要跟粉丝们说实话好吗 ？I promise you。OK。对，这样子对。请大家把自己的手举起来，跟宋仲基打勾勾。OK。没有人害羞不敢打，是不是？能跟宋仲基打勾勾不容易，来，请把手放上去。加速快速。可以打个勾勾吗？啊！我已经约定好了。粉丝们，请留着我的小指头，它对我来说很重要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题的 Yes or No 是什么。说宋仲基对自己的身材外貌有没有信心 ？OK， 所以手要放在这上面哦。哎，他有点犹豫哦。听说这个电数非常高哦。OK， 准备好了、哦。我对自己的外貌身材有信心 ，Yes or No？No， 真的 No。看一下啊！现在还在测谎，心跳加速，有没有说谎？搞不好他是一个非常自恋的人。等一下，是真的吗？因为我们都觉得你演技很好，那个这是真的吗？지금까지한번중에제일세요 Oh my god！ 从我们节目开始以来，今天的电力是最强的。啊！导演把他调强了嘞。哦，那都不能粉丝，我差点泪都飙出来了。真的，他青筋都飙出来了。哦，这画，那都我画面不得死了，我刚刚差点就发火了。哇，能想象到发火的。哇，不要说谎就好。所以其实你对自己外貌很有信心嘛？아니에요그렇게야이게哎，走，没有哎。OK，yes。Thank you.